请问我们五个人中你最想打谁？我最想打纪灵。那个最近有什么安排？最近的安排就是跳舞啊，玩游戏啊什么的，反正能闲一点的话最好了。然后我下一个人是，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我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男生。然后我想问的是，你觉得自己最好看，你觉得自己全身上下最好看的一个地方是哪儿？我觉得我全身上下最好看的地方都很好看，但是没有，开玩笑，眼睛比较好看。然后我想问的是，你为什么总用保温杯喝热水？因为我们在剧组工作时间非常非常长，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这热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的。那我想问我下一位朋友，你平时用内增高吗？用的都是几公分的。内增高这种东西我是基本上没听说过的，所以我不存在用几公分之说。我想问下一个人，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，你会用什么动物？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。可能像猫吧。那个我要问下一位，就是你的头发什么时候要补色？你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根本没听。我的头发又补色啊，我染这个头发颜色就是不打算补色了，对，之后半年到一年之内应该不会染头发了。然后下一个我问的呢，你脚的尺码是多少？十三，真是无聊的问题啊。我想问的是，下一次发自拍，哥哥下一次发自拍是什么时候？我下一次发自拍，的时候看心情。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，你对自己身高这么高有什么困扰吗？我对我自己身高的困扰就是我后面这位同学我一直记不住。然后想问后面一位同学，你最羡慕我的什么呢？我最羡慕你岁数大啊，羡慕你岁数大，比我成熟。我想问我后面的人，没有了。好了，没有了。现在我们玩得很开心，希望大家能够在26号我们的泰国见面会能够跟我们一起 happy。26号泰国见面会等你，26号见。